鸡油炖粉丝，蒜蓉芥末心儿，清蒸下树的肝儿，排水渠里的菜，麻辣拓海酱豆腐，方向盘炒我妈，好不好吃？香不香？香了一个，有多香？算是飞着了一个。那你咋没飞呢？喂！哎呀，你也飞了！哎呀，大姨，你那脚好没好呢？大姨，这脚还没好呢，这样你妈非要逛街，给我这脚累的呗。你咋？哎呀，赖上谁了你？这么大人咋这样事儿的呢？那都多少天了还没好呢？道歉。哎呀，记住以后陌生人带你去逛街，不逛不逛。那你妈，我都不能跟她去了。对，你跟我学，陌生人给你糖。不要不要。陌生人带你去逛街。不逛不逛。对。这鱿鱼烫熬刚出锅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妈还开上车了，你瞅瞅，你咋敢稳当的？下回你就耍吧，快开回来来。这年底外边天一冷，出去遛弯兜风都冻得慌。我和你大姨天天在家憋着，给你做饭吃，多没意思。你说你只要有个车，多方便。我有啊，来，大姨妈上车。大姨，你坐副驾，妈你坐兜里。来，妈，我撞死你！哎呀，咋撞咋撞吧！你干啥呀你？你是武当弟子，你这样打孩子，白买这车了。你是不是给孩子压力了，让孩子买车？我可没有，大冬天这么冷，孩子这么大岁数，连辆车都没有，找对象多费劲。我有说，真有。下回你再整这出，打死你！大姨上车，走，咱上线领车找对象去。走，你闻闻我的汽车尾气，